中央政府天内计划，我哋2025年要做到无碳排放，推动人气上香港所系啲初步议，世界环境议系判咧气上曙光抬头计划全面会，我哋签六十三亿嘅入闸，喺个当地嘅地主，啲不用地嘅香港土地来种树啊固碳，按所一种160公顷以上，我气上为系国内头一届碳中和示范标准。中下牛庄的树苗全部启动慈善树工抬头计划，慈善乡公所爱搭合慈善乡民的63人一集，用票的也合作的方式优先发放，限定每粒耕种的三排梯。而中包括牛庄、朋友的一碟，集中各景区的树叶，因在乡区团体的树牌也被做产品来卖。种树的固碳过后，也有机会做的交易碳权。很多的闲置土地的活化，然后让所有慈善乡亲可以借由土地活化，它的经济再次提升。种在这个土地上面的树，因为都是原生嘛，牛樟、小楠这些高经济树种，合约10年1约，时间到送给你，我们不砍走。慈善乡公所初步安算，梯柱当年每公顷有56000元的梯柱，然后部分业者本来利润也摊开的树叶。参加说明会的民众虽然表态支持，不过也提出疑惑。因前慈善乡大部分做在农耕的产品都算是国有地、农牧用地，依法称作在做农无法处理，也因业者安算的树种，但是也无合适当地来做。在地的生态工作者在提醒，处理的时节应该三开爱山的生态敏感期，也不应该用单一的树种的近距离的处理方式，无为了固碳，无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那单一地区单一树种的高密度的种植可能会造成栖地单一化的可能性，那对于生物的友善程度就不是那么的高。在同一年中，农民来讲，每有一只树叶啊，对大地的保护没清好安尼啦。啊，不过个树的种类，可能就要考虑再考虑的。六十三人业者出版说，在地慈善乡有160公顷的草林固碳。就做在本慈善乡，达到碳中和。不过，也有人认为，慈善的天地劳动业发皮啊，掉都算是高碳排。公所的传统种树的固碳以外，系咪应该是直接来10万的来减碳，争取达到青年碳排的目标？黑心层面同不同？